现场最强的选手，他有100公斤，然后李志奇。好，那想要先问一下，你接触就是街头健身多久？接触街头健身大概一年多吧。对，之前是在健身房做一般的重量训练。那你觉得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呢？觉得街头健身它会用到很多在一般健身房用器材操作不用到的肌群，它是比较讲究全身发力的那种协调性。可以解释一下大家会用到哪里？大家有肌群。我是指说。核心啊，核心肌群就是我们用到。这件吗？它因为它发力方式跟一般重训，就是出力的方式不太一样。所以它是练整。对 对，它其实，在做的时候，它全身都是紧绷的。那就是你对刚接触刚接触肌肉健身的吗？觉得就是没啥。不要看大家做一样的动作，想要模仿，我觉得就是慢慢练习，把自己的肌力、耐力练起来。好，对啊，不过像一般的暴力上杠、人气、潜水艇、落水艇、二艇、倒立啊那些都是。很多种动作。两分钟过来，剩下还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还有什么跟健身有关的特别吗？你说认识到特别的关系，就是更多的相关的启发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有一次在健身房，我就玩单手引体向上，然后就遇到一位就是大哥。然后就他带我进入肌肉健身的世界，因为我原本都以为就是手单手引体啊、倒立上杠那些就是一个动作而已，然后那些都是属于肌肉健身的范畴。很大声，有点不搭。健身，我觉得它就是便利性，它不用局限在一定要上健身房。在公园啊，或是一些学校，只要利用一些公共设施，就可以达到健身的效果。好害羞你！跟着我们来 ，follow me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就是一个公园赛的一个现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个选手在现场比赛，所以呢，现在开始呢，我们等一下呢会有第一个代表老 K， 然后为我们的二体。掌声鼓励！是二体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参赛者呢，我们表演的是真正的可二的体，来，小文，二体，只怕二体，然后再一个非常厉害的呢，是快跪五元倒立，下一位选手掌声鼓励。倒立啊！不要选我好不好？倒立啊！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下一位选手，一定要掌声鼓励，而且要非常期待。阿麦 hip hop。Hip hop， 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快，现在在采访啊，我录好了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选手，张雅婷，喂，干嘛？在采访 ，Hip hop， 在采访，采访什么？现在那个 TVBS 在采访，要干嘛？每个都有才艺表演，要做什么？现在做什么？不会，都原装的。谁啊？有啊，今天那个7K7Y 老师也要去啊。可以不要浪费那个影片吗？还有一个可以删掉。高中生也。扮鬼脸。高中生谁？我们要努力了解我才知道吧。扮鬼脸就直接从他面前大拉拉走。我是高中生啊，我不是在拍照。那你在干嘛？录音。你好早起耶。要颁奖了，要颁奖了。现在呢，我跟着去当那个主持人好。对，现在呢，我们的这一团的冠军呢，就是我们的米奇，还有我们的李红。李红他得奖的项目呢是地板大胃王比赛。那么呢，米奇呢，他得到的是杠上吃锅贴比赛。来，这完全走一个后。的境界，可以获得我们的奖金之外，也可以获得我们由赞助商提供的丰富的奖品。
谢三位，谢谢。三、五、四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等下我要拿手机出来。有没有办法拿 ？OK 啦。加油！你的对手34下哦，那你是完成。再八下！下！加油！结束。好。完全是一个女神剧，女神啊！不好意思，老师在上课，不要丢东西啊！女神今天走出来，完全是一个可以直接跳过来，是讲重点，完全是 slow motion。来，我们慢慢聊聊。看他表情啊，这个完全就跟那个还有他叫什么名字？哪一个？哎，念一点默点听，他的名字是暖阳是吗？Mickey 英文怎么念？